今次咧，所有嘅衫啊、道具啊等等咧，全部亦都系自家制作嘅喎。咁啊，同大家讲啦。咁啊，佢今次究竟系想做啲乜嘢呢？佢就希望咧，将呢个游戏啊带到嚟咧，我哋呢个动漫电玩节嘅主舞台呢个现实世界，同大家咧一齐分享就。好啦，見到啲道具啊，嗰啲畫咧都拎到出嚟嘅喎。大家可唔可以俾多啲掌聲？十號嘅謝仙兒，佢所扮演嘅係碧姬公主。從前有隻 game，里面有位美丽的公主，每日都等人捉，再等人救。Well， 唔知今日几点会俾人捉，再俾人救呢？唔使等啦，我转身 game， 只 game 你做女主角打 boss 噶，快啲换到件衫啦。好耶！啊，记得同星星许愿啦。嗯。呢件唔夠犀利啊！等我揾翻件最勁嘅戰衣俾你啦。嗯，好啊。哇！碧姬公主由你踏入舞台的一刻就已经是悲剧，等你掉落去呢个黑暗的深渊啦！啊！我唔得啦，碧姬，唔好放弃啊！马上集合大家的力量，向星星许愿啦！冇错，一齐许愿啦！就凭你哋，系爱同希望的力量啊！冇可能噶，碧姬。吓，两分钟就爆机，回水啊，回水啊！好，欢迎晒，多谢晒。咁啊，的确真系用咗好多心思咧嚟去做啊，件衫咧又可以咧系即时咧转换啊。